江小姐，我想要用一个查某人的身份，求你可怜我。我真正足爱我的翁婿，敢袂当请你莫介入我的婚姻？我真正无得失去伊。奈美小姐，我甲青木先生哦，袂阁有啥物交叉。造成你的困扰，我真实嘞。我以后一定阁较注意。哇！哎，这位女士啊，我真正是听袂对呢吼。啊，你是不是去不着对象哈？啊，明明就是恁翁，你再个女朋友咧高高低啦。阮阿幺啊，这不是恁的事。我看是恁翁哦，想要再来做个客兄吼。拜托嘞，啊你回去哦，该卡讲好当啦。啊，直接甲爸爸出点日本啦吼。恁是男女朋友啊？妈啊，你甲天贵啊白做伙？啊，就进前啦。我甲恁妈一直咧相打，阿妹啊，就搭出厝边来啊。阮两个做伙哦，特别满一个月啦。满一个月，敢真实嘞？迄当然嘛真个啦，吼，啊都阿爷歹势啦哦，想讲卖遐尼再公开啦。电脑是恁翁啦，迄我唔呐一摆就讲阿爷是我女朋友呢，啊我也是同款一直走来高高低呢。吼，我还阁是头一摆看到吼，迄面皮比我较厚的人，哼，还阁社长呢。恁真正做伙啊？安怎？敢讲你希望我讲的拢是白贼话，何林翁继续再来跟阿爷安尼念条条啊？对啦，我甲天贵哦，真正在交往啦。这看到就假。副社长，你嘛看到啊？我妈伊甲田贵阿伯即嘛是男女朋友，所以伊无可能去破坏恁的婚姻，会破坏你的婚姻，还佮有拍歹我妈的名声，只有一个人。请问副社长，敢方便带我甲我妈去恁家？我想要当面过一届，甲青木先生甲话讲清楚。青木先生，请你莫佮叫我妈叫甲遐尼亲。就是因为你一直去找我妈，所以你的太太才会走去阮家，叫阮妈莫介入恁的婚姻。我讲奈美，你搁去找阿玉？我讲你搁去找董小姐是要创啥？青木先生，你的太太无做唔着任何代志，请你莫怪伊。今仔日我会带阮妈来，就是希望你会当伫咧你的太太的面头前，还佮阮妈的面头前，甲因保证，你袂搁去找阮妈。小陈，我知道你想要保护恁妈，啊，不过有一挂代志你无了解，我希望这件代志你莫管好吗？我确实无了解你到底伫咧想啥，啊，不过我真清楚你是有太太的人，而且你的行为造成两个查某人的痛苦，我请你莫阁继续安尼，你莫阁来接近我妈。小陈，你若是阁继续要安尼找我妈，我就要申请保护令，你无法度管你家己，我就用法律来保护我妈。妈，奶奶走。哎呦，你起来！叫你别跟我过来啊！小春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好吗？你敢知你安尼去伤着我这个做爸爸的心呢？杨姐，你这摆是咧讲啥？我先生，你伫咧讲啥？你竟然把你家己当作是我的爸爸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知祖先是无爸爸的历史骨病啊，所以我想要做你的爸爸，把你当作咱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同款，疼惜你，保护你，就咱亲像姊妹。我嘛是把你当作是我家己的亲生后生同款。你无这个资格。
小春，请问先生，紫薇跟小春的爸爸只有一个人，就是陈进辉。我绝对袂好，因叫进辉以外任何一个人爸爸，而且。你即马讲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，拢会去伤害到伫你身躯边足亲密你的查某人。我希望你会当好好珍惜伊，莫阁伤害伊。妈妈过来交了有一个花仔的生活。奈美小姐，真歹势造成你的痛苦，我以后。袂阁甲青木先生有任何交叉，小春。阿娟，先慢走，我会被。杨倩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你想要等外宾，你干嘛找他来搞搞底？你哪会当在伤害我？你哪会当？我唔知，我真正我唔知啊！我嘛唔知我为啥安尼，不过我头足痛，我头壳内边有一个想法。咱离婚。青木先生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想要你能搞出去，能搞出去，我有什么关系关着你？出去！妹妹，梁姐，你想要搞出去讲话？他的人明明是家里的小孩。真正有爱过你，你莫先讲一下，你可是是爱我的啊？那就开始了，一开始咱拄熟识的时阵，我敢有讲过我爱你？敢是因为你爱我爱你，所以我唔才爱你？奈美为什么叫人搞出伊啊？当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当然不是爱我，只是你袂记得啊。杨姐，你袂记得那些来伤害拢袂要紧，以后你搁再过啊十年嘞，我是安怎对待你的，你敢拢袂记得啊？我从来无一天无爱你，我从来无对不起你，我是万行代志都是为你心伤，敢讲我咧做，真正比袂过一个港币哟，杨姐，我对你负责嘞，是一个查甫人过了十年的青春，是一个查甫人的全部。你别跟我讲，别跟我离婚！你别跟我离婚！你别跟我离婚！只差些我去死！你别放手我，杨姐，我真正就爱你，杨姐。奈美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肯跟我讲老实话？敢讲你有什么秘密给我知影？敢讲杨姐真正恢复记忆啊？伊一直伫我面头前演戏，伊已经知影我骗伊二十八年，所以才对我这么绝情。袂用的，二十八年的感情，二十八年的人生，我袂当安尼就甲杨姐献下钢皮药。伊明明就讲伊的脚足麻的，拢袂叮当。
会甲文云这么熟？不可能啊！文云已经死啊！文云若是够活的，我就稳死啊！文云姐，我一定要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文云。以后还是靠暗才来病，才袂去互发现。美人哪会伫遮？敢讲伊发现我？真正是伊。这查某已经离开啊！若不是你，我早就去发现啊！多谢你哦。知影就好。假使你真要假死，就不应该安尼四处跑跑走。唔对呢，你滚中啊！你翻脸比翻书更要紧呢。那恁即马是拍算要跟我说多谢，还是要继续生气啊？我今日想要知影你是安怎离家。你即马住伫滚岛，你若是了什么麻烦，会去牵连着我。我为着要保护我自己，当然嘛爱知影你避什么棒啊。我刚才今仔有我，要若无，那无安怎？出来跳吧啦！根本是曹操。那有容不下。塞，那是你。张姐你好，我叫高维云，拍摄啊，拄只过回讲，你是查头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因家吼，查到就无想要你来。我迄是用心良苦，是条哥用木甲叫查到痛个赶快。真正就太高诶，辛苦拢比大细。我即马吼，拢袂臭面膜，有人照顾吼。确实都无同款啦！哎呦，代志不是像安尼，阮两个无做伙。哎，我知啦，恁少年人上爱讲吼，有达以上，恋人未满。我伫甲你讲，唔是安尼是的。啥物关系拢无要紧啦，有人甲你照顾安尼就好啊。喂，村口协会。哦，落会较细哦。好啦。今仔日若毋是因为姓汉，我真正会去互美人发现。我应该好好感谢伊。无想要嗯嗯呀呀，我着爱伫美人发现之前，考着美国会计师执照，我爱查清楚伊到底是用啥物手段成经理，会着三方合作的设计案。